昨天哈、经由淡水畜产试验卫生试验所哈、这个通报过来的这个检查确定的这个案例哈分别有水林跟西螺两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场，他们是感染H5 型的这个高病原性禽流感。那至于就是说他的这个亚型的话，现在还等待确认当中。那么今天扑杀的这场是属于位坐落在这个水林的这个红鱼土鸡场，那放养量的话是30,000只，那目前来讲的话，它事实上场里面还有29,000只等待扑杀。今天由我们陆军第十军团这个整合作战区兵力，包含炮测中心、后备指挥部、化兵群、地质部，兵力总计90员。来协助这个建设实施这个机制扑杀作业，那扑杀作业由他们来负责，我们负责搬运的作业，那另外就是人员储物的作业。以上。